老爷吉祥，我呢是新娘子的娘家人，为和他新婚之喜，我带来了精心酿制的白兰地，为他添彩。白兰地，这娘家你听过吗？我也没听过。这娘家人也能来这儿吗？啊，我也没听过。这不是吗？这，老爷您尝尝。尝尝。 如何？入口甘醇，果香馥郁，好酒，好酒啊！老爷好品味，这个酒啊是我们祖传的秘方所制，喝了这个酒腰不酸腿不疼，一口气扛80斤大米跑10里山路，一晚上看一小说都不太打瞌睡的，这么神奇，这上这么神奇啊！哎，如此神奇的酒吗？来，那给我们也来一点尝尝吧。不瞒您说。 我们这个酒啊，是由四季水所制，有3月3的雨水，6月6的金雷雨，还有9月9的甘露，以及腊月初二的雪水，为了收集这四季水呀，我们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呢。既是如此好酒，那也拿过来给我们尝尝啊！行，来呗，来呗，来，请慢用，请慢用，也给我们拿两瓶尝尝。来。 十坛，姑娘，不要五坛，哎，给我来5块，再给我加10坛。哎，好嘞，来来来，姑娘，那我再加5坛。哎，好嘞，好，姑娘，姑娘，大家别着急，都有，都有，买5坛，我送蒜香花生，买10坛我送1坛。哦。